BGD566 七模锥形轴弯曲试验仪符合标准 GB-T11185 和 ISO6860， 用于评定色漆、清漆或相关产品的涂层，在标准条件下绕锥形轴弯曲时抗开裂或从底材上剥离的性能。BGD566 设计简易，操作便捷，放入试板后只需一夹一弯即可完成实验。第一步，将操作杆放置到前方，压紧手柄转到右侧。第二步，将试板涂层面朝前方插入到夹紧杆与锥形轴之间的槽中，使其短边与轴的最小端接触。第三步，将压紧手柄往左转动，固定试板。第四步，提起操作杆，均匀平稳弯曲试板，在2到3秒内绕轴180度弯曲。第五步，记录与小端相距最远的涂层开裂处尺寸。第六步，将操作杆归位，松开夹紧杆，取下试板。仪器操作完成。